治愈着的灵魂，不用害怕再流浪。如果你也迷失在伪装的生活，记得回到篝火吧。你咋不写了这种啊？我不会，你来了这种，完全不会，真的，我身边没有太多这种新疆，比如说有多少是朋友，对，爱热就是我仅有。那放歌歌听啥呢？流行歌广播。哦，我从小就骑自行车在那个街上乱跑，然后放学了就跟朋友去那个滚沙丘。但挺帅的呀，我感觉。就很野。我们中午初二下课20分钟没事，就一帮人在后面沙坑里摔跤。摔跤？那艾热你咋认识的？艾热也是我们的艾尔曼。我们现在在后面认识的。后面哦，艾尔曼认识。哦，他以前是个小胖子。对，哦，我知道呀，我看到他，我看他那个时候 battle 的时候，都还是胖胖的。嗯，那时候我们在家 freestyle 嘛，就我们俩一直 freestyle， 那时候都很。后面他说无聊了，他说我们来 freestyle 旋律吧。我说啥？他就弹吉他开始 freestyle 旋律。所以那时候打下了基础了。但他从小就会乐器呗，他乐感好，而且从小就会吉他。对，这个确实是个很大的优势。他只要带一点那个东西出来，他就很新。我们如果要去突破做新的东西，得绞尽脑汁去做。对，我要想旋律，我也得超听了。不只是说旋律啊，就整个我们的听感要像是有新的啊，就像我们这种歌，每要靠这么细节的去设计它。才有可能听感上给大家有点不一样的感觉。对，就把一个事情做到极致。对，所以我们现在是爆说。对，我是爆说流。